谢谢。不用谢。听说金北和时运一起回老家了。是啊，怎么了？就是觉得有点羡慕他们。你也想跟周医生回老家？啊？哎，二哥，这个玫瑰糖是给我的吗？这个是给他的。来来来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我的这个超好吃，尝一下。我不吃甜食。嗯，尝一下嘛。 为了报答无敌小姐的鸡蛋之恩，我决定请你吃火锅。不是，那个，一个鸡蛋不至于。怎么不至于啊？滴水之恩，当涌泉以报。哦，那宋婶呢？应该把菜都洗好了。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哎，可是我不会做。喂，准备开饭了啊！哎，你那怎么有男人的声音啊？修水管的。我。 修水管的会给你做饭，你可真有毅力。为了祭祖，提前吃素一个月，我可做不到。你这鬼丫头，奶奶，你看这。